我知道我们以前是朋友，告诉我我是谁。我见过几个潘成峰，准备，你想知道哪一个？ 在你炸断腿之后，我知道你一直想要做回警察。他前身一宗死了18个人的爆炸案，现在是通缉犯，身上有枪。其实你是 CTRU 的卧底，我是你的 handler。你还能不能继续你的行动？ 救人不是用自己的命去拼的，但是我们做拆弹的哪次不是拿命拼呢？你为了破案，你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？警务处没有他的记录。对不起，这是警队机密。我亲手抓你回去，冤枉我杀了18个人，说不出真话，什么？你说不出真话。